是啊，专门为你做的，坐。怎么样，浪漫吗？你喜不喜欢？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些浪漫，其实有同学情就够了。反正不管什么情，有情就好。没错，有情就好。 所以，祝我们友谊长存。你呀，哎，换一个。说真的，这一次谢谢你陪我潜水。你最近为什么总是谢谢我？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回忆啊，难道不值得珍惜吗？那个威廉，其实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。 我也知道，你很喜欢暴雨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他并没有阻止你接近我吧？所以呢，你也不应该阻止我接近你，除非你有一天讨厌我，我才会放弃。你看，威廉，咱们俩就是一模一样，像极了，都一样傻。我到现在还像个大白痴一样，天天黏着他，不傻。 这叫相似者相同。我们拥有一样的性格，一样的兴趣，一样的梦想。但是威廉，我真的是不希望你失望，我更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嗨，所以，你别把我想的那么脆弱。我跟你一样坚强。不过今天呢，有一个挑战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？什么事儿？我想请你把眼睛闭上，我觉得你不敢。 你看，你是不是不敢？好，欧耶，送给你。哇，这么大一束花，威廉，你这是干嘛呀？ 你送我这花，我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呢？当然要接受了，至少回去还可以泡一个花瓣浴嘛。好，这是我友情的礼物，行吧？好，你接受就好，开心就好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。来，坐下吃饭吧。 我到家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晚安。嗯，小七给你，我走了。那个小七帮饭桶训练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 你别走啊，那个，我其实这个花我更想送给你，给你。我不喜欢花。不是我本来也要感谢你帮饭桶训练啊。你要是不喜欢花，何必借花献佛？不收不就好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是亲手画的构成液了吧？其实我不是想要收那束花的，只是我怕威廉有点尴尬。没必要跟我解释。我没有解释啊。哎，礼轻情意重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快点。哎，那个8月2号是我的生日，我喜欢白玫瑰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没有听出来吗？我喜欢白玫瑰，你可以约我，礼物是玫瑰花。 还有自己主动要礼物的，一年就一次生日，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吗？那我考虑送你包玫瑰花茶吧。行了。
我走了，没什么事儿。晚安。上一次的事情以后，你爸爸就再也不给他机会了。小琪一直都很喜欢比赛，很想拿冠军，现在好了，没机会了。我会帮小琪跟爸爸说情的。你说的话他能听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爸爸是巨蟹座，出了名的爱家，我是他家中最重要的宝贝，他一定会听我的。小家伙。